咁啊 ，K 哥呢邊先有冇？啊，報道啊，十月啊，嘉樂又開劇啊，佢應該翻嚟噶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差唔多啦。咁但係因為好似有啲嘢都要問翻佢自己，即係喺工作上嘅即係落實咗嘅安排，係啊，咁所以係咯。你自己咧，你啱啱話唱歌嘛嚟緊，即係係啊，會派歌啦，咁會派歌同埋錄新歌啦，咁同埋拍一個愛情嘅節目啦，咁亦都係繼續拍網上嘅節目啦，咁樣。咁其實但係呢排都多咗會唔使工作嘅時候會陪自己嘅狗狗啊，即係好似今日咁樣。其實本身我想，因為呢個係狗狗 event， 我本來想帶自己的狗狗嚟，但係因為畢竟都是户外啦，同埋佢都15歲了，所以我發覺佢呢一兩個月的身體是真係差咗嘅，咁所以呢排即係唔使工作的時候都會多啲時間陪佢。咁另外就嗰個報道入面都話，之前嘉樂仔買樓咪拍咗 Q 嘅，嗯，你哋有冇呢個買樓計劃咧？本身自己呢啲財政嘅嘢，我不嬲都係唔係好反而真的要問下佢先知，係啊，咁呢啲我是最不叻噶，咁所以呢啲就要問佢啦。給眼淚去安置，誰沒有被世間懷疑，被生活。